典游戏《暗黑破坏神》永生不朽。如果开局玩秘术的话，很有技巧啊，秘术好像挺吃技巧的。可是我现在玩的是猎人啊，我觉得猎人好像又蛮 easy 的，有吧？下雨了，欸，他的流畅性好高哦！大招，有大招哎，大招！大招后就变成扩散攻击了。装备哪个比较好？390应该这个吧。我们数值高都会说话。他被吸了，吸干了，好像变大只。我没有买装备的意思啊。哎哎哎哎哎，三小，等一下，我没水，没水，为什么会没水？这是正常的吗？新手开局要死掉的吗？没事啊，不会死啊。这个如果死啊，我钉钉倒过来写。生命之球要吃它了，不对，吃了啦。啊，想要我把名字倒过来写是不是啊？是我的善蛋啊。一天50级啊，应该没问题吧？应该是技能可以的。哎，他技能会自己升级耶。还不错，这个设定，我不用再升技能。新技能在哪边？扫射装备，应该是这个意思吧？好，我有扫射了，我看什么？这个扫射是不是有点短？要长压才可以。我懂了。哦，15个扫射。15个冲击波，打你不需要放大，扫射，他是不是死了？哎，他为什么没死？死了，立即领取每日奖励，领取造型吗？这只有造型，是不是？暗黑之翼，对，不啦不啦不啦，活动，领取。哦，有造型的吧？有造型的，对不对？确定，我现在穿这个造型，对不对？哇，连传送门都可以有造型哦，这么帅！我们先把该装的装一装，出发。哦。其他人呢，欸？有别人在，还有其他任务是不是？干嘛的？防护圣坛。哦，可以乱跑哎，欸。那我要乱跑吗？还是要先求主线？我应该先求主线就好了吧？直接主线就好了，不需要这样。哎，欸，等级升蛮快的，感觉玩一玩就60级啦。哎，欸，墓碑可以打，不是每个都能打。但是没有东西啊，不是你不能点墓碑，可是技能可以破坏物件。如果你们想玩的话，可以下载看看，至少可以当体验一下。我觉得体验这种新游戏啊，蛮欢乐的，因为它主要是不用花钱，慢慢刷就可以刷2装。现在就是先刷，让你们看一下我的操作。我展现的是技术啊。哦，大宝箱。金色的，有金色的了，可以装吗？好像很厉害哦，装备。我现在身上一堆杂装，会不会有什么负重问题？哎，这装备是这金装吗？那多的装备我是直接把它拆解了，拆解，全拆。我们留下我们需要的就好了。哎，我觉得这个操作蛮爽的。这样走位，其实如果你只要走得好，其实不太会受伤。然后技能 CD 要抓一下，就是你要算一下技能 CD， 就可以打得很轻松。他这个可能要刷到副本啊，60级之后刷副本你才需要走位啊。现在前期主线任务好像不用膝盖玩都可以过啊。
他这个有一堆支线的怪可以让你刷哦，我觉得这样蛮好玩，就是你不会说打完怪就没事干。这个有需要这样探险吗？他感觉很多地方可以挖宝，你看又买骨糖又新的地方。这什么？这干嘛？我怎么有一个月亮？永心技能可以用了，很强的技能吗？在哪边？这个，我还要灵魂摆荡。哦，操作型技能，太适合我了。哇操嘞！我开 R 了啦！暴走形态！妈的，这 boss 啊，太屌啊！他这个打一打，突然会有 boss 跑出来，好可怕！那是精英怪是不是？新事件，杀死龅牙摩根。等一下，龅牙摩根在哪里呀、啊？这边。哇，10000多滴血，三小，这是我打得赢吗？哇靠，好像打不赢他、欸。啊，你在干嘛？这个野外王会不会有点强？那好像蛮简单的、啊。哎、欸，你不要，你不要，你他妈不要回溯。他为什么可以回溯、啊？到底为什么他可以回溯啊？我操！龅牙摩根，可以说这不用技巧的，要技巧啊！膝盖玩就可以过。你这走位不好，你会死哎、欸！野外王怎么那么强？他免疫击退，你免疫击退是怎样？我这算月神打怪吧，这应该算是月级了吧，打完就升级耶，这肯定是月等啊，不然怎么可能那么强。10000多滴血，进入王后之墓去了。骷髅法师王后的灵魂要求，对，又变敌人了。这世界上到底有人谁是敌人？我干，好痛哦！啊，应该打不到我。这个攻击术，你这个攻击招式啊，太慢了，没有技巧，打不到我了。别想了。哎哎哎！哇，三小，我不能跳上来哎、欸。再喷啊！再喷啊！为什么我这掉不走啊？我觉得好像如果这是打副本，我应该死了100次了。我用脸接招，哎、欸、哎、欸，看我上吊不能，你们不让我上吊，死了啦！死亡哀嚎，哀嚎吧你。好了，宅邸在北方，完成挑战17级。又升级了，第一次玩暗黑就玩的蛮，我觉得蛮上手的、啊。哎、欸、哎、欸、有金色怪，打，是我要打。我开 R。如果你们想要玩的很无脑，听说就是玩的狂战士啊，狂战士可以很无脑。我这次算是蛮吃技巧的，因为。猎人跟秘术师啊，都是比较薄的皮薄的角色、啊。然后武僧好像是 support， 算是 support 里面。死灵法师我就不知道，圣骑士是坦嘛。喜欢我的频道可以帮我点个赞，点个订阅，谢谢。好、哦，又出网，又来，飞。哇，骑士刀蛮好，斩刀蛮好用的。靠背，用脸接招，不是啊。闪招归闪招，用脸接招就是另外一回事了。下雨喽！那这个是电脑版哦，安装好之后就可以直接玩。那流畅度很高啊，有兴趣的可以去下载看看。